给我最大的尖叫。让我们用尖叫欢迎陈绮贞。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我相信在场的人都应该非常非常的羡慕我，因为我可以坐得离你这么近，然后跟你一起唱歌。谢谢。其实我有听过别人告诉我说，他想，他希望他是刘若英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以前一直告诉我自己，我好希望我自己是陈绮贞，因为我觉得她的才气，然后她的。长相就是怎么可能可以并存，他真的很好。谢谢。就是如果我是男的，我就是会很想保护他，我就是刘若男。对，我其实在自己很多很低落的时候，我都是听着他的歌，然后比如说彼得潘刚刚的 open 的那首歌，是我一直很坚持要把它当成演唱会的第一首歌，因为我觉得当我唱完那首歌，我就会战斗到永远，我就有勇气。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，我们都能够一起陪伴你，然后陪伴你唱接下来这首歌。来不